想法很简单，有个人让他喜欢，付出真心不顾一切，为了朋友解难，为了配上他的美变成 better man， 也害怕只是一厢情愿，那多难堪。他遇到那个女孩正是为他准备，他能从他眼里看出各种滋味，言语的试探打破暧昧的界限，从此他确信有了陪伴生活不会乏味，他们两人眼里只有对方，那种幸福溢于言表不是假装，兄弟和闺蜜羡慕的说郎才女貌，他们笑着开玩笑说曾向上帝祷告，他们都曾看过各种失败的例子，也坚信他们相处方式不会类似，所以幸福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，他们许诺对方走遍难被吸收，眼前的是慌张，梦里的是花